历经了前三周的比赛，产生了六组冠亚军队伍，将在本周进行王者的巅峰对决。这六组在每个礼拜的优异表现，相信大家都还记忆犹新。当他们凑在一起时，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第一站的冠军台湾大学，靠着队长邱子轩五天的高档演出，最后毫无意外的夺下校际对抗中台大首冠。第二站的冠军阳明大学，堪称是六所大学中战力最完整的劲旅，在当周以四人闯进决赛的绝对优势抢下冠军。第三站的冠军暨南大学，虽然当周焦点都在队长苏逸夫身上，但另一名队员林盈化才是他们计划当中的夺冠武器。至于另外三支亚军队伍，当然也不是来陪打的，与冠军失之交臂的痛苦将转化成巨大力量，让他们变成最可怕的复仇者。究竟谁能在本周抢下最强大学名号？大学校际总冠军战正式开打，欢迎收看金头脑校际对抗赛，大专院校最强的今天的总冠军在这边举行，欢迎我们30位同学，欢迎观众朋友。对他们的印象其实很深刻，因为前三周他们都是冠军、亚军、冠军、亚军，所以产生了六队今天在这边聚集的。有冠军的已经拿走10万，所以有机会挑战第二个10万。那前三周亚军都没有奖金，但这次总冠军的冠军10万之外呢，亚军有5万块啊，所以大家加油了。而且我们主持人 Jenny 为了回馈大家的认真，所以今天穿得比较清凉。瓜哥什么时候要脱衣服？没有，是是是，这个我们同学们呢都很辛苦啊，为了我们参加这个比赛啊，大家都很认真很努力啊。我们台湾大学是第一周的冠军，对不对？台湾大学欢迎你们，欢迎。这所台湾最高学府似乎有着胜利魔咒，前几次参赛都只拿到亚军，这次由邱子轩召集的队伍终于在系列赛第一战中拿到台大首冠。上次呢可说是飞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拿到周冠军，又看了其他学校的比赛，真是感到压力非常大。我们真的有不能输的压力，今天真的要面对很多强敌，尤其是那个阳明的宪哥，真的太可怕了。但是我们还是会拿出我们最大的实力，一步一步走稳，最后拿到10万元。台大加油。这次同学来有做了什么规划吗？规划就是大家回去就是看时事的看时事，然后我今天有看到很多人捧着成语典在看，这样。而且前几周的比赛都要看看对手的实力在哪里，强项在哪里，这个关键点有时在那个在决赛的时候很重要了。对对，好，还有我们的阳明大学也是冠军的哈。在三支冠军队伍里，阳明大学的战力最为可怕，他们创下了四人闯进决赛纪录，相信在短时间内应该是无人能破解的障碍。很高兴又回到金头脑，然后上一次的比赛最后是我们两个冠亚军对决，希望这次的比赛呢最后能够再给我们一次冠亚军对决的机会，这次我一定会打败他，加油。因为播出距离还蛮短，但对于我们宪哥大家印象还蛮深刻的。、今天还是口袋没地方插了哈。对啊，特别穿这个。是今天做了什么准备啊？就是看之前比赛的画面，对，然后还有看一些时事这样。对台大同学有印象吗？很有印象，是很强。那你们今天有特别的穿红色？对。是有习气吗？还是就刚好选到红色？是。那你其他一个同学为什么站在底下呢？你好，你为什么站在这里？你怎么穿红的不穿红的？好，这个是冠军的了哈。还有一首冠军是暨南大学。首次参赛便能拿下冠军的暨南大学，在第三周有计划的隐藏实力，最后让秘密武器林盈化半路杀出夺冠，让各队措手不及。今天可以回来这里呢，感觉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可以看到各路好汉们。那相信呢，我绝对不会输他们，我一定会得到最后的宝座，加油！今天不仅要挑战同队冠军中的冠军，还挑战六所大学的冠军哦。今天一定要血耻。是，好，杀掉台大。苏同学，你用词比较恐怖一点，你就说做掉台大就好了啊。
哦，没有到杀仇的，上次是林英化获得冠军的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回去爸爸妈妈有说什么吗？喜极而泣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对，现在大家都是轻松，待会比赛就紧张了。好，接下来是就是第二名的，我们是三周有冠亚军，总共六所大学嘛。成功大学王品祥，你好。成功大学在金头脑的比赛成绩一直相当出色，在第三周的比赛中也是夺冠热门，再次重回比赛场上，相信他们已有妥善的计划。上次我不小心在冠军即将到手那一刻不小心失足摔落，但这次我会尽量再达到这个机会，而这次我不会再放手。上次的异常我这次不会再发生，我一定要撑到最后，加油。是上次只获得亚军啊。对，这次做了什么准备？就是回去就是多看，就是去看节目，然后去培养那个临场感。就希望大家也就是我就是鼓励队友们，也是希望能够这样做。但是我希望你讲话要肯定大声哦，哈。对，对，你就是大家都这样讲，你是召集人，这样大家都看得很着急啊。啊是，好啊，这是亚军的、啊，还有中央大学，你好。虽然在第二周，阳明大学有压倒性的表现，但中央大学依然在夹缝中求生存，以积分争取到晋级资格。这次他们能返回一城吗？对，我们是非常有信心。而且我们回来有个目的，对，就是我们的可汗同学要挑战阳明大学的蔡中建。各位好，杰你好，你好。这里都会碰到上次要复仇的，就是他们亚军就输给冠军的嘛，差一点点。对对对，我们这次有派出我们的秘密武器，就是我们的陈可汗。陈可汗，对，他上次就被宪哥打败哦，然后他这次回去呢就有做充足的准备。是他上次，可是他上次第一个离开的嘛，哈。PK。对 PK 的时候，第四个礼拜的时候，对第四天的时候。哦吼、哦，对他第一题都答对了，我们觉得他会赢，就后来连输两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是。他这次就是要准备跟宪哥挑战。哦。哦。阳明大学的队长在比赛中震惊各大名校，现在已是各队的重点观察人物。而最后一支要介绍的队伍，就是第一周的亚军中正大学。这支罕见的纯女生队伍，为日后想参赛的女性选手做了很好的示范。在这次全新的赛制里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。这次我们不单单要挑战台大，我们这次要面对其他优胜的大学生们，但我们不会害怕的，我们一定可以打败其他对手。金头脑 ，We are coming back。你好，又再次见面了，有没有很兴奋啊？有，对，因为这些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了哦。是，今天准备好了什么功课？有加强什么？因为都是女生，所以我们就有加强理科的知识。对，是。那有比上一次比较不会紧张吗？有，应该啦，就带着交朋友的心来的。啊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就落掉了、哦。对呀、啊，人家输衣服是干掉。对。你是我们做朋友就好哈、啊。我们走虚怀若谷的路线。哦，好好好，虚怀若谷。六所大学名校再次回到比赛场上，面对的对手已经是完全不同等级，他们能否再次发挥优异的实力，站上全台大学的知识巅峰呢？而本周除了冠军能获得10万元奖金及酒店住宿券之外，亚军也能获得5万元。进入第五天赛事的同学还能额外获得一个潮流随身包哦。但改变的不是只有奖品的部分，赛制也做了极大的调整，要来挑战这些高材生。待会儿将分成两回合的积分赛，率先取得20分的队伍即可晋级。第一回合比的是联想题快问快答，全队必须通力合作，在1分钟之内尽量取得较高的分数，以利于第二回合的比赛。首先上场的是第一周的冠军台湾大学，虽然队长拥有一夫当关的实力，在这种需要考验团体合作的时刻，他们能拿高分吗？快问快答呢，是每一队呢先来，第一队是我们台湾大学，五个人轮流答对答错，要答对就当然过去，如果你一直想就耽误自己时间只有1分钟。因为大家呢第一次尝试这种激励的快问快答，观众也没有，我们先来示范一下，题目其实很简单，要联想的、哦、你先示范看哈、哦、这个不计分的，各位也可以看一看，提示其实很简单了、哦、计时准备哈、哦、我会喊计时开始。
出过唱片，高富帅，金钟奖，我答对了啊！哎，金头脑，粉丝多，抢着拍照，错，古天乐啊！其实就是这样，大家知道意思了吧？就一分钟，他给你的提示题库你自己选，有一到六号的题库，你要自己选。来，队长你先选。我选三号。三号，记者不要耽误时间，好，答对答错赶快下去，放弃就赶快下去了。接力哈，看你能答对几题，一题就是一分哦，请准备。计时开始。猜电影演员，美国，悲惨世界，甜心女伶，安海瑟薇。猜战争名，莎士比亚，花朵，英格兰。跳过。猜艺术品，罗浮宫，希腊神话，断头。创世纪。猜动物，橄榄枝叶，会飞，和平。猜景点，法国，左岸右岸，第二场。跳过。猜偶像剧，漫画改编，贵族学校 F 四，流星花园。猜化学元素，惰性气体，不满足发语体，改变声音，嗨。猜水果，拜拜，有刺，海绵宝宝，凤梨。猜电影，爱情，全智贤，牵牛。跳过。猜动画片，宫崎骏，巴士，煤炭，风起。啊，风起。风起啊，好，有八十应该是龙猫吧？嗯，啊，这个首次亮相的新赛制，不仅要有个人能力的展现，还考验着全队的默契。纵使邱子轩的快攻快答再强，台湾大学还是只拿到五分。他们对于这个成绩的看法是如何呢？这个表现没有很好啊，希望等一下可以扳回来。真的。在看到了台大的答题过程后，相信中正大学已经有了初步的比赛策略。接下来第一周的亚军表现会是如何呢？刚刚有台大的做示范了啊，他们获得五分了，接着看你们了。你们女生讲话声音不要太小哦。他们这样好像在排舞哎。千手观音。对。请选，喂。六号。六号题，请准备。计时开始。猜艺术表演方式，光影、纸人偶、幕后操纵、皮影戏。猜交通工具，起落架、空姐、会飞、飞机。猜动物，非洲、斑点、最高的陆生动物、长颈鹿。猜历史事件，解放军、北京、六月四日、天安门。猜国家名，拉丁美洲、罗纳度、年巴达。跳过。猜电影，科幻，乔治卢卡斯、光剑。星际大战。猜一首音乐，未公开发表，贝多芬、垃圾车。跳过。猜旅游景点，建筑奇观，意大利，钟楼。那个不知道。猜自然现象，瑞士，板块，九二一，地震。猜医疗器材，法国人。好，法国人是中正大学。这群女生在一开始的比赛就有幸运女神帮助，抽到了题库六，很明显的难度偏低。他们也把握住这个机会，拿到不错的成绩。但他们对于自己的表现似乎还不太满意哦。我觉得太紧张了，居然连个给爱丽丝都答不出来，我很生气。接着就是轮到赛前我们一直提到的以团队战力坚强著称的阳明大学，这个必须与队友合作的新赛制，他们能迅速破解吗？请准备。计时开始。猜生物，盘丝洞，有八只脚。猜生活用品，桥梁，很多数字键，贝尔，键盘。猜电影，席琳迪翁，冰山，船难，铁达尼号。猜科学人物，孙燕姿新歌，轨道椭圆。跳过。猜景点，埃及，没有鼻子，狮子，人面狮身像。猜神话故事，情侣，一年一次，鹊桥，牛郎织女。
猜植物，白色像蒜头，自恋水仙，猜自然现象，南北极，地球磁场，颜色绚丽，猜昆虫，勤劳，会飞，黄黑相间，蝴蝶，猜童话人物，蟋蟀，说谎，变长，小莫。我们必须不厌其烦的再告诉大家一次，杨明除了有各校惧怕的蔡宗宪之外，以四人闯进决赛，也证明了吉他队友的强悍。今天他们再次将优异的团队实力展现在大家面前。然后气氛就是有可能是学校题目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大家实力都非常强，对。而我也希望等一下的比赛中能够更加再接再厉，然后大家一起加油。目前已有三组学校通过考验，而分数也有越来越高的趋势。究竟这个全新赛制会被这群大学生破解到什么程度呢？接着上场的就是第二周的亚军中央大学。在上次的比赛后，就一直将杨明视为头号敌人的他们，能超越死对头的气氛吗？请准备。计时开始。猜历史学者，文艺复兴，数学家，天体运行论，跳过。猜景点，日本，静冈县，休眠火山，富士山。猜节日，九月，学校，孔子的生日，教师节。猜动物，很多老婆，肉食性，狮子。猜神话人物，中国人，逐鹿之战，五帝之首，钟馗。猜著作，悲剧，欧洲四大名著，歌德，跳过。猜动漫卡通角色，迪士尼，黄色，蜂蜜，跳过。猜歌唱团体，香港，昆虫，失恋阵线联盟，草蜢。猜历史事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，夏威夷，珍珠港事件。猜名画，十二个人。好，我说棒次排在第五位的同学啊，第五题答钟馗也太夸张了吧？还有第十题，听到十二个人应该也能猜了。多了这两分，你们的气势就完全不同了。下场后要好好检讨一番喽。下一组要上场的是上礼拜刚出炉的冠军暨南大学，在上周以爆冷姿态击败对手，他们能否以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呢？请准备。计时开始。猜古典音乐，贝多芬交响曲，第五号交响曲，第一交响曲。猜科学人物，女生，两次诺贝尔，发现雷，那个居里夫人。猜乐器，黑与白，运用双手。猜世界名著，得不到最好，法兰西斯·史考特，契贝斯·杰罗。猜外国景点，纽约，独立宣言，火炬，自由女神。猜国家，非洲，阿努比斯，尼罗河。猜电影，韦氏牌，美国记者，奥黛丽赫本，跳过。猜自然现象，午后，雨过天晴，七个颜色，彩虹。猜疾病名称，度数，看不清楚，近视。猜歌名，2003年，一人。猜神话，妻子，偷窃，月亮。压秒可以抢了，想不到就没办法。从暨南大学的答题策略来看，他们真的是一支很善于比赛的队伍，靠着迅速跳过不确定的题目，争取到了更多答题的机会，让他们拿到不错的成绩，保持在下一回合的竞争力。最后上场的队伍就是上周与冠军失之交臂的成功大学，成为夺冠热门的他们，能否痛定思痛，在更高层次的比赛中再创佳绩呢？请准备。计时开始。猜人物，佛山，一代宗师，咏春发扬人，李小龙。猜交通工具，铁人三项，捷安特，脚踏车。猜动物，中国四川，竹子，熊猫。猜历史事件，1947年，台北，私烟茶器，跳过。猜地名，首都，
时装周，罗浮宫，跳过。猜动画片，迪士尼 ，Janet， 第八十六届奥斯卡金像奖，跳过。猜歌名，国语歌，费玉清，即将打烊，跳过。猜知名景点，世界自然遗产，美国，科罗拉多河，黄石公园。猜自然现象，清晨，能见度，水汽凝结，雾。猜医疗用品，外用，常用消毒液，点单池。猜世界。哎呀，刚是他吗？是啊。是，你不知道他是点，他没有。咳咳你刚才现在最红的。不敢往前站，你看。对。现在很红的一个卡通哎。叫《冰雪奇缘》。冰雪奇缘。哎。要去看哦。最近没有看。没看是对的啊。哎。最后上场的成功大学并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观战而有比较好的表现，反而成为第一回合中分数最低的队伍。队长王品祥两次作答都没有达到分数，大大影响队伍士气。刚刚我让一定让大家失望，但是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扳回一城，大家加油，希望我们可以后来居上，后来居上，好，一二三，加油。经过了第一回合全新赛制的考验，其实各队的分数差距并不大，实力都在伯仲之间。究竟是哪所大学能在今天的比赛中率先拿到二十分呢？回合比的是分组答题积分赛，每道题目会因难度不同而有分数及思考时间上的差异，并以插板作答，各队也将在这回合分出高下。每一个题型都不一样，而每一题的限制秒数也不一样，得到的分数也就不一样。来，请准备，请出题。此题为一分题。天龙正在看着一张照片，有人问他照片中的人是谁，天龙回答说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但这个人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儿子，请问天龙正看着谁的照片？计时五秒，请作答。一百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在刚刚极短的时间内有发现出这段话中的线索吗？而天龙正在看的又是谁呢？看到各队所写的答案出入并不大，唯一比较不同的是台大与阳明的答案，但究竟这题谁能拿分呢？哎，不一样哎。对，有不一样。我答案会一样，这边都一样。都是一样的。好，这边写不一样的。我们先台湾大学说天龙的爷爷啊，为什么？请说。天龙父亲是天龙父亲。怎么样了？这种题目反而搞混了。会搞乱。怪怪的。来，你说，吕伯宁。就是他的，我父亲的儿子指的是这个人，还是指那个这个人的父亲？照片的就是这个人。对，所以其实有我们本来要写另外的答案是私生子，可是来不及写，所以只好写爷爷。对，那不管是爷爷你说不是天龙本人就对了。对啊，应该是他父亲的私生子。没有，你的想法可以讲出来，没关系，我了解。侄子，阳明大学为什么说侄子？刚考虑不周，我现在觉得不是侄子。你觉得是什么？应该是儿子才对。儿子就自己嘛。嗯，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啊。自己的儿子。是天龙的儿子吗？对 对，应该是自己的儿子。所以我是天龙嘛。啊，你在问我说这照片是谁嘛？对不对？啊，我没有兄弟姐妹啊。啊，这个人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儿子，所以这个人是我儿子，没错。对。所以是天龙的儿子，不是自己。正确解答是天龙的儿子。哎，这个真的好乱哦！制作单位第一题叫前菜来暖身，所以出比较简单，所以才一分。对，就一分，大家没有人答对，答对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时间很短，只有五秒了。对，这个最绕口了。对，其实前面那个我没有兄弟，那个根本就没有关系啊。其实重点是在后面那个。哎，有哦，有没有兄弟姐妹也有点关系，说明你弟。哎。天龙，这不是我的儿子，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就是可能是叔叔，有关系，对的，有关系的。想不到这第一道暖身题就难倒了各路高手，
让我们将文字化为图形解释给大家看。天龙看着一张照片，有人问他照片中的人是谁，天龙说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但这个人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儿子，那表示照片中的就是天龙的儿子。但我说，天龙啊，你讲话一定要这么绕口吗？好，下面一题请准备，请出题。此题为一分题，请注意以下图片。请问，问号该填入什么图案？请画出来，计时十秒，请作答。这个题目是智力测验中相当基础的题型，对这些顶尖的国立大学生来说，自然不是问题。但时间的压力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吗？果然答案差异度还是不大，但台湾大学仅又有独到的见解，阳明大学也即将以匪夷所思的图形来震撼全场。哦，我们就看不懂了，大家还画了我们看不懂的，哇！只有但是中央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又一样、成功大学是一样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怎么会变这样？啊，这是在麦克风拿来讲。哎，还有人很好奇出来看，你是看人家什么火灾吗？我们的比较潦草一点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想画一个方框，可是方框有点太小了，所以我们就画了是一个圆在中间，方框在右上的概念。所以这个呢？这是方格，可是方格太小，我们想说一个放大版。所以这个不在里面的。对，不在里面。你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对。这个没有的啦。对。阳明大学连这幅上古时期的河图洛书都画得出来，真是令人佩服。但需要瓜哥解释才看得懂的图，很抱歉无法得分哦。中正大学跟对面是一样的，台湾大学也只有台湾大学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出现这种？当初看错了。那你看错，那你可以解释对的应该是什么吗？应该是跟其他四所大学写的。那怎么到那个答案？就是它其实是绕一圈吧，是吗？那个你要看那个格子，对，那个是绕一圈，好像闹钟一样啊，是，对对对，好，时钟了，好像时钟一样。是，请公布正确解答，就是那个图案。对，这个很难啊。因为我只是想电视播出来就图案就好了，我问他他就必须要答，这个他们答对了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各队已经慢慢适应了新赛制，在刚刚的逻辑题中，有四所学校拿到分数，但接下来才是分数扩大差距的开始哦。请准备，请出题。此题为五分题。请注意以下音阶。请问，刚刚弹奏的音阶倒过来的话，会成为哪一首儿歌？计时十秒，请作答。大家还记得刚刚的音阶吗？让我们再听一次。相信观众朋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那究竟是哪所大学能拿到这大幅超前的五分呢？哇，怎么不都不一样啊？ OK 啊，台湾大学写的什么？两只鳖啊。怎么有这首歌吗？两只鳖，两只老虎啊，两只老虎啊。哇，你画老像鳖哦。哦，两只老，你老很多，有老鹰啊，你不能写两只老啊，对不对？小两有两只大老二的哈。小蜜蜂。中正大学来，有谁？刚刚这谁想讲？来，麦克风拿起来。中正大学，你们谁听的？谁听的？我。你学音乐的？没有，这略懂。好，没关系，你选小蜜蜂是你印象当中的当当当当，好。小蜜蜂哈，小蜜蜂怎么唱啊？
嗡嗡嗡嗡嗡嗡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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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只老虎是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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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这边呢有两只老虎，有小蜜蜂。我比较好奇，有伦敦铁伦敦桥吗？是伦敦铁枝呢，还是铁？伦敦铁桥垮下来。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, falling down, falling down. 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有这么快吗？我们要公布解答，就请老师把它弹正确就好了嘛。来，请正确弹。两只老虎了，倒过来弹呢。好，两只老虎有获得五分了哈，所以小蜜蜂的没有看这个数，一下这一题就拉大多少？哇哦！这道宝贵的五分题，正是各队扩大差距的好机会。占据领先的阳明及落后的成大，都往晋级迈向一大步。你请准备，请出题。此题为五分题，请注意以下解说。字的读音为蓝，字的本身颜色为绿色，底部为黄色，请记忆以下画面。请问，请依照出来顺序写下刚刚字体本身的颜色，计时20秒，请作答。在今天的比赛，只要这两回合中合计取得20分的队伍就能晋级。依目前的分数看来，阳明大学依然拥有绝对的优势，反倒是台湾大学似乎有点挣扎，目前分数垫底。来，写好的立板。凭良心讲，这题应该为10分题，因为难度真的相当的高。人的大脑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处理这么多的颜色讯息吗？红绿蓝黄，红绿蓝黄，怎么又有绿白啊？哎，所以字体本身是不是它的字哦？是它的字的颜色。蓝色就不能写蓝，它可能是绿的，或者是紫。Oh, OK OK OK。像刚刚有一个紫色是什么颜色啊？紫是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你不能写那个紫，要写它的颜色。所以你要写白。是、okay ，所以顺序。可是有重叠的吗？那个黄米香，你是红绿黄，红绿蓝黄绿白啊？没有，我们是听成就是像一开始解说那样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只要看字的颜色。所以你刚刚写两个绿就已经重叠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、你为什么写英文呢？暨南大学？因为他说是颜色，所以想说写英文比较快一点。红黄白紫白绿啊，来中央大学。你才写六个哎、欸，我没有数几个，因为我们比较近印象比较深刻，就是最后两个就是白绿嘛，白绿。然后前面第一个，前面其实就没有很注意，因为在注意那个字是什么字。好，嗯，绿黄红蓝白绿紫，二四六七都是记成七个，绿黄红蓝白绿白，中央中正大学也是七个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比较像暨南。这个我就看不懂，什么绿黄红白绿白哈，又中间插个绿啊。是吗？你的顺序是这样吗？绿是等于插进去的吗？对，就是绿黄红白绿白红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正确解答是绿黄红蓝白绿白。绿黄红蓝白绿白，中正跟暨南大学获得5分。好，下面一题请准备，请出题。此题为5分题，请注意以下画面。请问画面中组合起来后为哪幅世界名画？计时15秒，请作答。这幅图虽然被分解的零碎，
但只要找到重要的分辨线索，即使答案就呼之欲出喽。好的，都写创世纪啊，哎，都一模一样，对，大家对这个话都那么熟悉，对啊，就是那个，就这样，好像是上帝跟是，对，天使是亚当嘛，对不对？创世纪对或错？恭喜，全部都是创世纪的哈。在电视机前的你，有从细节中看出答案吗？其实这幅名画就是米开朗基罗举世闻名的作品《创世纪》，创作于西元1508年5月至1512年10月期间，绘制在西斯廷礼拜堂的天花板上，历时长达4年多，才完成这幅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。而这个伟大的巨作，每年也吸引无数观光客到此观赏。在刚刚的五分题，六所学校皆顺利的拿到分数，这也让中正、阳明及暨南站到了金牌位置。究竟谁能率先取得20分，成为第一天的过关者呢？下面一题，请准备，请出题。此题为3分题，请记忆以下算式。请问，刚刚算式调换顺序后的算式，算出的答案是多少？计时15秒，请作答。这题是3分题，也就是说，目前得到17分的3所学校将有可能在这题结束比赛。但这题的难度颇高，会有人写出正确答案吗？不用写流程了，写答案就好，各位。写答案就好，写答案就好。来，哇，现在答案很多不同的哦。你等等，不要写好了，不要动啊！来，你这是多少？21呀、啊？负21以上，因为有时候写的会反光，那压低一点，不然导播拍的会反光。21对不对？确定，我确认一下，21。负21嘛哈，也是负21嘛，对不对？你负35，好，这边是负35，有不同的，这个负4不一样的。济南大学来，其实我刚刚我没有很注意看那一个题目，所以最后我只是凭我的印象去想他最后是。对，原来是73减61嘛，哦，他调换了哪两个？我一开始是压低一点，有反光。一开始我是想说这两个先换，然后3跟6换就是76减31了。然后到最后好像是第一个跟第四个换。王敏翔，你们是48，对，就是我记得是，就是他是就是先从前面跟那个第四个换，然后后来就是第二个跟第五个换，所以答案有两个学校负21的，有两个学校负35，你们两个不一定，一个负4，一个48，请公布正确解答，你们是48。对，就是我记得是，就是他是就是先从前面跟那个第四个换，然后后来就是第二个跟第五个换，所以答案有两个学校负21的，有两个学校负35，你们两个不一定，一个负4，一个48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负35是由阳明大学答的。啊，还有中央大学，中央大学各获得3分。他调度呢，正确的变调成36减71呀。我们再换一次牌给大家看一次来。这道算式原本是73减61，但在第一次换牌后就变成了76减31，再经过第二次换牌后就变成了36减71，因此答案就是负35。啊，这样知道了哈，换错牌了，竟然在换错牌了。目前只有阳明大学获得20分，率先晋级，其他的都有10分、14、15、17，没关系。五所大学来，请派代表进行败不复活。好闷的，有点闷，好闷的。我希望等一下可以复活成功。就是很多题都知道答案，然后只是因为一些作答的那个技巧错了。够好，对。你一定要回来。那如果待会要派你，另外要派谁？派最强的 PK 王。猜拳猜输的。
因为今天队长可能没有睡饱，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恢复我们抢答最快速、最准确、快很准的男人李炳勋上场。成大在这个存亡关头派出李炳勋，可是相当冒险啊。在上一周的比赛中，李炳勋就是队伍里的头号战将，若待会的败部复活，他没办法抢得先机，成大的战力将会一落千丈。阳明大学今天穿红的果然奏效了啊，先率先晋级。那五位，我们今天要救三位，淘汰两位，请准备，请出题。请问下列哪种粒子不会在自然界存在？一、电子；二、质子；三、中子；四、夸克。好，吕伯宁，夸克啊，对或错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，伯宁？因为我记得夸克是比较小的东西，那是在实验室用那种大型强子对撞机硬打出来的。哦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所以不会在自然界单独存在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好，请上。恭喜。还有两位，加油了，请准备，请出题。请注意以下画面。请问，画面中的房屋之所以会有差异，是因为下列哪一个因素？一、宗教；二、人口密度；三、气候。讲一起。三、气候。气候对或错？哦，解释一下，可以讲得出来吗？就是第一个图是那个高架，就是它架起来是因为那个潮湿，就是热带，然后茅草屋就是冬暖夏凉。恭喜蒋一杰先生，三位，最后一张，只有一张名额啦，不然两个就淘汰了，请准备，请出题，请问。天文台设在山上，跟下列何者无关？一、没有光害；二、离星星比较近。好，这是李同学。离星星比较近。二、离星星比较近，对或错？哇，能解说吗？因为星星，如果在平地或在高山上的时候。说实在，那个距离只有最多稍微只有4公里或4000公尺，但是地球到星星是几光年，甚至好几光年的那种距离，所以那个根本在科学上面，那只是根本是可以忽略掉的距离，就无关了哈、没有光害，它是有光害的。有，因为在比较高处的地方，那个平地的光比较不会影响到。空气较稀薄，是比较稀薄，没错。尘埃粒子较少，也没错。所以空气稀薄是好还是不好？是好的。稀薄比较稀薄时，那些光进来是比较不会受到那些干扰。恭喜请上。恭喜。蔡成佑，中央大学来参赛感言。上次也是第一天就被淘汰。对，然后上次是说要当他们的阶梯，然后这次我要当他们的踏板。上次当阶梯他们都能第二名了，这次当踏板你们一定能够跳到第一名。好，王子健他们。这次题目比较偏反应吧，然后我自己这次比较强连抢的比较慢，所以错失很多机会。不过我相信我的队友们一定会拿冠军。好，这只是第一天的比赛了，希望不是没有的。谢谢两位，欢送一下。谢谢。第一天的比赛就这么精彩了啊！精彩，也看得到学生的认真。好认真的，他们团队讨论了，认真就有魅力了。金头脑，明天见。在全然不同的赛局下，各队展现出优异的适应力。这场大学王者间的对决，谁会抢下最强领号呢？很高兴我们今天全部晋级了。虽然说就是碰到一些小小的就是难题，可是因为大家都很通力合作，所以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进入第二天。谢谢。阳明大学，加油！
最强大学晋级卡位战越发激烈，六校队伍全力比拼，实战局出现了激烈的变化。超难的了，你是突然第一个先按答案，我自己如果答对，那就神奇了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同一个答案、哦。危险哦！请锁定明天晚间十点，超市金头脑。